带着魔鬼的小碎步干嘛呢？轻轻落在我掌心。小飞，下雪天跟我老公骑那个电瓶车过来给我婆婆买手机了，太冷了。看看我老公，畅享是1199，就这步吧，1150。快！谢谢。买完手机吃点饭暖和暖和。这是鲁蒙肉饼什么汤？如纸般薄命。十块的跟十五的就是大碗小碗的事啊，牛肉是一样多吗？牛肉的半斤，猪肉的半斤。你喝大碗，让他喝小碗。窗外好风景，我慢慢的品。牛肉撒汤，临沂的一个特色，南临沂。挺浓郁的这个汤，牛肉牛骨还有麦仁熬制的，要了一斤饼，牛肉粉条跟那个猪肉粉条的，哇，这个饼好香，老板这好贴心啊，还有这么多蒜瓣子。泡上一口蒜就感觉不冷了。不过牛肉好少。这个肉饼是你自己做的吗，老板？这是统一配送的。哦，这统一配送的。你这加盟多少钱呢？加盟多少？三万是别的少，因为你可以挂上招牌。对，我这们那钱可能是另算的，三万块钱只是挂上牌的是吧？对。我一开始去吃这个东西，我是因为不认识，不认识那个字，我就。我也不认识，问人老板，你这学问低。那总是这样，人家肾汤。哎，我以为是念肾汤。啊，也念肾汤。其实念撒。要土话，要正宗，要按那个东西，它就叫撒。再来个原味的汤，再来。半斤饼，咱俩印一半吧。嗯。好。这免费的大蒜，吃边爽。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。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，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
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满天的